另外，选举在即，台东县选票昨天就由警方荷枪实弹借户送抵台东县选委会，今明两天陆续进行选票的发送作业。不过，在兰屿乡选票受到海空运停航影响，县府预计明日包船送票，如未能抵达却顺利起航，将会协调空勤直升机运送。那至于兰屿的部分，目前不管是飞机或者是船运都这个因为天候影响不能启程，所以我们目前还在联系相关单位，包括海巡或者是我们公主的部分来做协助。兰屿乡选票因海象跟风向不佳，海空运均取消了，目前暂时是送回了县选委会。而台东县政府就表示，已经积极联系海巡客轮业者，暂定明日就会包船送票。如果未能如期启程，将会申请空勤直升机协助，必定在投票日前送抵兰屿。